热带气旋摩羯风力逐步增强，有机会进一步成为超强台风。摩羯杀到埋身，沿海低洼地区容易受打风水浸影响。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同民政总署随即应对风暴。局长文美娟联同民政事务总署署长、民政事务专员、区议员同埋关爱队，分别视察鲤鱼门同埋大澳嘅防风工作，提醒当区商户同埋居民做好防风措施，同埋派发实用单张。在鲤鱼门已经见到有商户、居民同埋工人预备防风措施。最主要晾起晒啲嘢先咯，唔好坐地咯，因为平时我哋通常坐地嘅。咁今次揾啲啤檸車高少少晾翻高咯，攞件沙包睇下大唔大水啦，好似話好大水喎。除咗山竹個年代啦，近呢一幾次都唔係話好犀利，因為去海皮嗰度整咗啲堤壩，咁都有水倒灌嘅，我諗應該唔係話以往咁犀利咯，會好少少咯，我估，不過都係做定功夫咯。局長文美娟聯同關愛隊同埋其他部門去到鯉魚門視察防風措施。麦美娟表示，跨部门视察行动目的是想防患于未然。每一次有台风或者一啲极端嘅天气之前啦，我哋都会联同唔同嘅部门咧，包括系渠务署啦、食环署啦，等等唔同嘅部门咧，一齐咧就会做一啲嘅联合嘅行动啦，包括咧就会帮我哋啲商户啦，或者啲居民咧就会上嗰啲水板啦，又会喺一啲公众嘅地方咧做嗰个水板嘅装置啦，同埋咧系有一个水泵啦，咁就希望咧就将呢个区里边咧会可能会出现嗰个水浸嘅影响咧就会减少。甚至感到住低就冇咁样啦。另一打风水浸黑点大澳，有商户居民表示试过损失惨重，惊水浸，所以就山竹咯，浸到身口水咯，就系、是、希望一打风三号风球咧落水浸，咁就好安全啦。咁啊，而家呢间我队嗰度咧，有人行嚟问我使唔使帮手啊，嗰度已经系好好。我说计地物摆送台边去咯，都预备啲乜嘢嘅啫，入边嘅唔落个水浸咯。家我哋全班都系老友记，佢亦都叫啊，你老人家唔使你做，我哋做咁咪做啦。为咗减低因为台风吹袭对居民造成嘅影响，民政事务总署署长联同大屿山关爱队同埋多个政府部门去到大澳视察，包括由土木工程拓展署新装设嘅玻璃防洪墙同埋挡水板，仲有由渠务署装设嘅挡水板同埋沙包。他们之后在设于乡委会的临时庇护中心开会，商讨进一步的打风安排，包括设立严重水浸联合指挥中心和临时收容中心。我们已经开始准备之后我们的临时庇护中心开放的时候是怎样，所以在人手的配置或者在物资方面我们都已经在做准备。来到民政处也都动员了地区的力量，包括关爱队、区议员、还有乡市委员会等等，来到协助居民的。随着摩羯逼近的威力，市民都应该做好防风准备了。